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作品哈，是这个跟刚刚宫崎骏有关的这个作曲家叫做久石让。那久石让他在菊次郎的夏天里面哈，为这个作品哈，然后编写的这个曲目啊，叫做 Summer， 那也很适合台湾哈，因为台湾大概有十个月都是夏天啊，所以我们带来 Summer 就会比较特别的亲切。好，那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。